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1面，581面第七行。第七行当中，从第四除句分看起，除句分即清安觉知，前面我们读过的清安觉知。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故名除。除跟下面的舍都是放下的意思。那么除呢，有断除，断除诸见是见惑，烦恼啊是思惑，见思烦恼如果断了，六道啊就没有。我们知道六道是因为见思烦恼而有的，见思是六道轮回的第一个因素。我们还在六道之中，还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就要肯定自己有这两种烦恼，就是此地所说的诸见烦恼，肯定有这。如果这两种烦恼没有了，真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那所现的是什么境界？叫四圣法界。六道是秽土啊，我们今天讲啊，污染，严重的污染。四圣法界是净土，那个地方人心清净，行为清净。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清净。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是十法界向上四圣法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有，称之为方便有余土。相当于娑婆世界的四圣法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于娑婆世界的六道轮回。但是经上讲得很清楚，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成就，那就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没有修罗，也没有罗刹，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两道也得到
弥陀本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实在讲呢，就是为这个。他方世界没有啊，凡夫人道，生到极乐世界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这还得了吗？这真正叫难心之法啊！它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除什么一定要知道除的是烦恼，与烦恼习气。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清净心现前。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所以善能觉了。着重在这个善字。什么叫善呢？自自然然就觉了，就明白了。觉了什么？觉了除诸虚妄。一切法无所有，这就叫虚妄它不是真的对一切法呢，看破了。你看前面善能觉了这是看破啊。断除诸见烦恼，这是放下了放下之后自然就看破了智慧现前，不损真正善根，能生世间一切善法。我们有没有能体会到？你在这个世间，是不是像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经本一打开，我都看到啊。这里头有没有包含我们自己在内？善男子、善女人是有标准的，为什么呢？他有真正善根，这才叫善男子、善女人。世间法的善根有三个：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我们具不具足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是与这个世间天上人间呢，连佛法都不贪为什么？因为他觉了一切法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六根在一切法里头，
决定不起贪嗔痴，这叫真正善根呐。人只要把贪嗔痴断掉，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善，那自然的。学佛之后，又加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叫精进。啊，菩萨只有一个善根，勇猛精进呐、啊，他永远不会退转的。啊，所以贪嗔痴一定要断，如果要不断，就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为什么要断？因为你贪嗔痴所起的那些对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贪爱这个色身，色身是假的，是无常的。啊，在这个世间，时间也很短，数十年寒暑就消失了。你看，身都不可得，何况身外之物？啊，所以贪嗔痴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叫迷惑颠倒啊！啊，才起这种严重的烦恼。啊，现在我们讲贪嗔痴，还得加两个字进去。这两个字是慢，是疑。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啊！啊，这五个字全了，你哪有善根？没有善根，你就没有善法啊！那么你就晓得这很可怕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皆是恶法，不是善法。啊，恶法将来所感的是三途苦报。这里面还包括修罗跟罗刹。啊，那是你恶念恶行里头还夹着有一些善。啊，善恶混杂，容易到这两道去。啊，断烦恼，长智慧，不损真正善根，啊，对你的善根有帮助。啊，这善根会增长。啊，下面第五舍，就是前面所讲的行舍。啊，舍是放下。若舍所见，念着之境时，善能觉了所舍之境，虚伪不实，永不追忆。舍命舍，可觉得。这个舍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不再回忆真舍了。如果常常想着过去，你没舍啊。啊，想着过去一些善事善行，这是好的，你没舍。
过去所做的一些恶事恶行呢，你要是不舍的话的时候，将来就感三恶道的果报。要是常常意念善事呢，这是三善道的果报。三善道好不好啊？不好啊！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呀。现在你是要出六道轮回所以善恶两边都要舍可是在事上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要认真去干干完之后，善恶都不要去想它，你就这就叫舍下这个舍旧分。如果做了之后还常常想到我做了多少功德，做了多少好事，这就错了怎么样呢？三善道去受报去，就享福去了你修的福报。如果你能够写，不再回忆了，你所做的就变成功德了不舍，常常还念在心上，那就变成福德。这个福德功德呢，就是这样这么说法的什么叫福德？什么叫功德？事是一样的，都是好事一个是念念于怀没放下，福德功德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福德不行福德只是三善道受报，到那里去了所以功德不容易修，福德容易学佛的同学，十之八九修的是功，是福德，不是功德功德福德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真能够舍掉，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那你所做的全是功德功德能帮助你得定，那它下面就是定觉分。定能帮助你开智慧智慧是自性里面本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知道我们所学的经，无论是做多少好事，都不要去回忆。做多少恶事也不要去回忆。恶事要认真忏悔，后不再造。不要去常常想它。为什么呢？想一遍，你就又造了一次。常常想着，那就越造越多这事情很麻烦记住。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起心动念就在造业了大乘戒经里戒罪就用这个标准不需要等你去做，你没做，动了念头，你就已经造业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应当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记住，是心放下，
不是事放下，事要放下，没人干了。啊，释迦牟尼佛如果在事上放下了，他就不必示现在人间，也用不着讲经教学49年。啊，事没放下，天天照干，干得不亦乐乎，心里面一尘不染，这就是啊。所以邪是绝了啊，啊，不是邪了之后通通忘掉了，要是邪了之后通通忘掉了，那叫什么？那叫无明，堕在无明里头，那不行啊！无明的性质是暗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愚痴啊！那不是佛法啊！这些境界都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所学的境，毕竟空不可得。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通通不可得了。啊，不学，不学真要受啊！啊，你做的善，三善道，去享福，消你的善因。你过去造的善因，那三恶道呢？是消你的恶因。你过去造这些恶业啊，所以六道啊，实在讲也是平等法了，消业障而已。业障有善恶啊，三善道消你善业障。三恶道消你的恶业障，业障都消尽了，你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为不实，永不追忆。你看，你心都清净了。清净心现前了，啊，这个叫实。第六呢，定觉分。若发诸禅定之时，善能觉了啊，住禅虚假，不生见爱妄想，这叫定。啊，在佛家的禅定啊。禅定现前了，这个时候空间维次不见了，你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本能发现了，这本能是就是六种神通，我们六根起的作用。眼，你看到一些境界，一般人看不到的。定功于身。
你看的境界就越大广大啊，开始定这个定功啊，显现的神通啊，天眼天耳虚脱环就得到了啊，小乘出苦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世间禅定啊，这不是出世间的，这不是佛法，但是出世间的禅定啊，是以这个禅定为基础，这个禅定没有得到，出世间禅定决定不可能发生。啊，首先这两种能力恢复了，啊，刚恢复当然不很大，啊，可能呢，你能够接触到轨道，啊，畜生道。地狱道并不完全啊，大地狱可能你看不到，小地狱可能看到如果再精进正到二果的时候，这是斯陀含能力又恢复了一些了，虚命通、他心通，这两种能力恢复了。虚命通是知道自己过去生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虚命通能知道过去五百世。啊，这是普通的阿罗汉啊，至少他能知道过去五百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心通是别人起心动念，你都知道啊。所以，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决定没有秘密。啊，你的秘密对哪些人说的？对这些凡夫所说的啊，凡夫在迷，没有这个能力啊。正果就是圣人，小圣虚脱环到阿罗汉都称之为小圣啊，那么像这个斯陀含这种小圣，刚刚得到，啊，他的能力并不很大，凡夫起心动念很粗啊，他很容易知道，啊，极其微细的念头啊，他不行，他们。觉察不到啊，粗念晓得啊。如果证到三果，那个能力就很大了。三果是阿那含，它能变化了。那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阿那含的本事超过孙悟空，不止七十二变啊，超过他了。他能分身，
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有记载，古时候这些大德，大概唐朝时候还有。确确实实能分身办事啊！有一位从印度到中国来弘法的一位大德，在中国住了不少年，信徒也很多。他想回印度去。许多信徒就跟法师约了，请法师到家里来应供，就请吃饭了，他都答应了。到时候他真到了，在他家里头，让他一家人欢欢喜喜。法师瞧得起他了，到他家里面去应供到第二天，到舍利长亭去送行，人多，好几百人去送行呢。大家谈起来，昨天呢，法师在我家应供那个人说：“不对呀，昨天明明在我家，怎么会跑到你家去了？”这大家一对应的时候才晓得，他每一家都去了。多少家呢？差不多将近500家。那换句话说，他能分500身，同时在500个人家里去应供，才知道他神通广大。三国，那四国阿罗汉就不必说了，那能力就更强了。三国圣人就有这个能力。这定啊，禅定啊，禅定能现神通，所以神通要不要去修？不必要。佛法里不必叫你修神通，叫你修禅定。禅定一定会现神通。神通不能现前，你禅定没有得到，你得到肯定有神通。说我得了禅定了，没神通，没这个道理。在净土宗里头，事业心不乱，相当于小乘四果，从初果到四果。理业心不乱了，那是法身菩萨了。那就不必说了，你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跟那个境界是相等的。那么现在有许多人，外国是如此，我这次在日本就听说，许许多多日本人。听到有人有神通格外起恭敬心。找这些人，教他怎样消灾免难。那这人有神通吗？佛为什么不用神通做佛事？
我们要懂得了。如果佛要以神通为佛事，给诸位说，妖魔鬼怪都有神通，那就变成了佛跟魔，你没有能力辨别了，你会上当啊！魔诱惑人呢、啊，佛老实，佛不诱惑人。佛行的是正道，啊，佛决定不会去拉信徒，啊，佛只是度有缘人而已。佛是师道，师道是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魔不一样啊，魔是标新立异，啊，常常用这些异端呢去诱惑众生。啊，他有神通啊！啊，所以佛门里头有没有神通？有，但是。不以神通做佛事，啊，佛以戒定慧、三学六度帮助众生，啊，这个魔做不到，魔就不会了。啊，讲三学六度，他就不会了。啊，这是。佛为什么不以神通做佛事？道理在此地啊！佛门里面有没有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啊，你看《大藏经》里头有《神僧传》。啊，我们从《神僧传》里面去看，啊，古来这些高僧大德，许许多多是诸佛菩萨再来呀、啊，但是他决定不会暴露身份，啊，身份一暴露，他立刻就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身份要铺路，他不走，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过去确实，身份只要一被人知道了，他就走了，不在这个世间。啊，可是现在很多。早年我在美国，啊，就听说有法师、有居士、佛菩萨再来的，他们身份都暴露了，暴露了不走，那就不是真的嘛。那古人例子摆在那个地方嘛，身份暴露一定要走嘛。啊，不走，你留在世间招摇惑众。啊，为什么说佛菩萨再来，还不是欺骗众生吗？还不是目的，还不是名闻利养吗？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可是这些年来呀，谣传这些事情越来越多了。
啊，我听到就不少。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有邪知邪见。啊，正确的认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某人是佛再来的，人人皆是啊。这佛经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一个不是佛，有什么稀奇啊？有什么奇怪呀？啊，你是什么佛再来的？你学哪个佛的法门，你就是那一个佛的弟子。啊，你看看我们学净土法门，无量寿经最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受记呀。啊，预先告诉我们了，你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了，啊，修成功了。你在十方世界，哪个地方有缘，你到那去做佛。名号啊，都叫妙音如来。这妙音是什么？妙音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你是念佛成佛的，你将来教别人还是念佛成佛，叫妙音如来啊！啊，那么我们受三皈依的人多了，通通用妙音做法名，妙音居士，跟经上讲的相应啊！啊，要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妙音呐、啊，妙在哪里、啊？这一句佛号能帮助你成佛，你说多奇妙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啊，中峰禅师可以给你作证呢、啊。啊，你看西念法师，中峰禅师说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心里头果然真有阿弥陀佛，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啊，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完全相应。你学阿弥陀佛，学到家了。你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净土啊！这个地方决定不会有灾难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说某人是某菩萨，那也很简单。他专修普门品，那就是以观世音菩萨做榜样啊。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啊，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修地藏经，修的跟地藏菩萨一模一样，你就是地藏菩萨。你学普贤行愿品，学的跟普贤一样，你就是普贤菩萨。那么你要知道啊，菩萨有等级的。51个等级，像念书一样的。你是几年级的观音菩萨？
如果你是小学一年级，那就一点都不稀奇啊。啊，肯定不是等觉菩萨。啊，为什么？十住以上啊，初住以上啊，那是阿惟越致菩萨了，大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了。啊，如果小学，小学就是初性位到实性位。啊，这是小学。这些小学的观世音菩萨可多了。啊，所以要深认识清楚。啊，佛，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的六界佛讲绝了，人人都是佛。啊，从什么地方讲呢？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从理上讲的。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你的自信是佛了。人人都有自信的，都有本性的。我们中国老祖宗要承认的，肯定啊，人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佛的意思。啊，佛是觉的意思。啊，本来觉悟啊。现在为什么不觉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所以你的觉性呢，透不出来，你迷了。啊，所以从自性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没错。啊，从自性上来讲，你是阿弥陀佛也没错。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所有诸佛共同的称号。啊，这个名号翻译成中国的意思你就明白了。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阿弥陀佛用中国话来讲叫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它是一切诸佛一个共同的名号，不是某一个人的。某一个人那一定像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法藏比丘所修成的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创办人啊，创办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修成的啊，那我们要加一个法藏阿弥陀佛，哎，这才指定是他，不是别人。如果不加上这个名号，那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可以称之为阿弥陀佛。它是通号，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你要是学释迦牟尼佛学得很像，那你就变成释迦。释迦牟尼佛也是通号啊！释迦是什么意思？能人的意思，翻成中文是能人，就是能够。以仁慈心待人啊，摩尼呢，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啊，用清净心对待自己，用仁慈的心对待别人，这就叫释迦摩尼啊。那我们要称印度这个成佛的时候，要加上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啊，悉达多所修成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冠上这个名字悉达多释迦牟尼佛，那就是专称他，这别人不能称。如果不加悉达多，我们每个人修成都能称释迦牟尼。啊，仁慈心待人，清净心对自己。啊，所以这些名义啊，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迷信了。啊，现在外面人说的多了，我们必须提出解释。啊，如果不多，那就不必说了，说这些干嘛？啊，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他都明了，他都懂得。啊，天台的六级，第一个是理，第二个是名字即佛，这说得好啊，是吧？有名无实啊。啊，有名无实，我们当中给他换一个字，大家就更清楚了。换哪个字？有名迷失，那个失是迷了，迷惑了。啊，你不就更清楚了吗？啊，我们现在是有名字称个佛，实际上迷了，迷了佛了。啊，明白这个道理。啊，第三个他说观行即佛，这个好。啊，观就是修止观呢，行是修行呢。你真正在干，真正在学习。啊，而且功夫能够得力，这观行即佛。啊，如果我们在观行这个位次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绝对没问题了。啊，这是我们净宗所讲的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观行即佛，啊，观行再往上面提，那就相似即佛，啊，相似即佛是学得很像啊。那很像一尊佛，但它不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是真的？他用妄心，他没用真心。啊，用真心是真佛，用妄心的学得很像，也可以说相似即佛。啊，有佛的样子，那就是说，他真正能依教奉行。啊。如果我们能够修到相似即佛的这个样子，要求生净土啊，就不生凡圣同居土了。啊，生到哪里呢？方便有余土。啊，相似即佛是四圣法界。啊，再往上提升一级呢，这是真的了。叫分证即佛，没有圆满。古人比喻用月亮做比喻，啊，圆满的是十五的月亮，满月，那叫究竟佛。那么十四以前，啊，你看到初二、初三是个月牙，那月牙是真的月亮，不是假的。啊，那是什么叫分证即佛？啊，那是那个在哪里呢？那在十宝庄严土。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有四十一个等级。但我们学佛同学的这些常识不能不懂啊！
啊，有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分析，给他解释。啊，可以这样说，这个事也没有错误，但是不能误会。啊，说你是观音菩萨，就把你当作普门品上那个观音菩萨，那就错了。普门品是等觉菩萨了。那如果你自己承认的，叫大错特错。啊，你是小学生，怎么可以冒充博士生呢？啊，这个错了，一定要晓得自己修学在哪一个层次。啊，你修的是什么法门？啊，我们听世尊的教诲，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确确实实修其他的法门要断烦恼啊，我们断不掉啊。说老实话了，这说真话了，我们在大乘，连初信位的菩萨，我们都做不到。啊，也就是小乘初果，我们都没有办法证得。啊，真正要承认自己是凡夫，啊，要有自知之明，专修净土，专念弥陀，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做阿弥陀佛的弟子。能不能成功？能，真的是万修万人取啊！啊，我们自己要学，认真学，这四个标准：心同佛，啊，跟阿弥陀佛相同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心？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成佛道，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阿弥陀佛没有偏心呐，没有偏爱呀，清净平等呐。在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心啊。阿弥陀佛的愿。48愿啊，普度一切众生，首先帮助他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帮助他们成佛，他做到了，是愿要同佛，行要同佛，行是真干。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再不能走弯路了。《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是说，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我们也把它放下。我们只要一部无量寿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法门要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什么时候学呢？到极乐世界再学，现在不学，现在专求净土，啊，专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学东西学多了，那打岔，反而产生了障碍。自己不能往生，啊，这就可惜了。
啊，我专修净土，我万缘放下，事出世间通通放下。啊，这讲到舍啊，要舍得干干净净的。啊，一门深入，肯定会得念佛三昧。啊，得念佛三昧就开智慧。经上常讲的，烦恼轻，智慧长。啊，在这个境界里面，还是要专修，决定不夹杂，不怀疑。啊，这是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成功了，可以说一切都圆满了。我在前面跟大家介绍啊，生到极乐世界，第一个福报圆满了。福报是谁的？阿弥陀佛修的，无量界的功德的成就，大福报，我们去享阿弥陀佛的福报。第二个是智慧圆满，为什么？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啊，我们直接听阿弥陀佛讲经啊。佛教不厌，我们学生学习的也不疲倦。啊，所以我们把终极的成就放在极乐世界。现在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一部经典里说，弥陀、释迦无比恳切地劝我们，我们要听话了，要做好学生。啊，要真正认识这世间虚妄，没有一样是真实。啊，要舍得干干净净，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一句弥陀念到底，这就对了。啊，禅定。禅定是手段，不是目的。啊，是方法。啊，所以要绝了啊，诸禅虚假。为什么呢？自性本定，那是真的。所有这些修禅定的方法，得到禅定境界，都不需要去留恋。坛经上说得好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这一句话用在这个地方，解释这里就正好。啊，为什么住禅虚假呢？啊，你不要去见爱妄想，因为自性本定，从来没动摇。啊，所有禅定都是用方法来修的，多少方法了？佛经上讲，84000法门，修什么？全修禅定啊！我们现在念佛是修禅定的，用这一句佛号啊，把心定在佛号上，
让心没有杂念，这禅定，这叫念佛三昧。80,000,000种方法，全是修禅定。离开禅定不是佛法，这个诸位要知道。佛法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慧是终极目标。所以定越深，你的慧就越大。要入甚深的禅定，深到最后是自性本定，不用修的，本来就在大定当中。所以对禅定当中的境界不能执着，执着你就不能提升。不执着才提升，永远不执着。一直向上提升的。这叫定。禅定里面境界非常好。非常柔和。安乐。如果对这个境界一贪念，住在这个境界的，你就不能再向上提升了。所以这个提示比什么都重要。禅定再好的境界都不留恋。记住佛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你将来生到十宝庄严土，也不留恋。那也不是真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尽的，十宝庄严土就不见了。它不是真的，真的只有常寂光。也就是自信是真的。最终极的目标呢，是回归自信。在净土里面讲呢，回归常寂光，究竟圆满了。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佛果，就说这段事情。最后一条，第七，念觉分，若修。除世道时，善能觉了常识定慧均品。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修行人，一切时一切处要保持定慧，要品，他才会往上提升。保持个正常，定多会少他偏了，会多定少他又往那边偏了，偏了就不正常，往上提升当然困难。保持正常是吧，他向上提升容易呀。所以定慧一定要保持平衡，这均品。这个底下有解释：若心沉默，常念用这法精进习，是善觉分差起。这就是在我们用功的时候感到昏沉。精神提不起来，这个时候你要用智慧去选择方法，怎么能够帮助你提起来，
帮助你法喜充满。法喜很重要。中国古谚语所谓的“人逢喜事精神爽”，你遇到欢喜的事情，就精神就特别来了，就不会感觉到疲倦了。所以学佛要学到法喜，疲劳就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喜是没有间断的。法喜让你不需要饮食，法喜让你不需要有睡眠，法喜的时候带给你永远的那种勇猛的精进。这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也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那我们在现前能不能得到佛力加持？能，你真用功就能。真听话，经上所教导你的，你全都做到，你就得到佛力加持。如果你还有烦恼习气，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还没放下，佛想加持你，加不上。为什么？你排斥。不是佛不慈悲，是你自己业力在作祟。于是消业障就比什么都重要了。这个在初学就要懂得。否则的时候，我们这个障碍不能突破，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学校，让一般年轻人向往的是知识，求知的欲望。确实，有不少年轻人，所有狂热的求知欲望。你不能满足他，你障碍不了他。但是这种求知的欲望，如果方向错了，他就走向迷途了，堕。这是佛门常讲的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往生极乐世界不能少啊！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不能少。少善根福德因缘，没有一法你能成就。因缘不容易遇到，但是如果你有感，佛菩萨有应，他来帮助你，那就不难遇到。由此可知，最重要的还是善根福德。什么是善根呢？能信能解是善根。我遇到了不相信他，那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我相信他，我不懂，那也没法子。啊，能信能解是善根呐、啊，能行能正呢、啊、是福德了。啊，学了不肯真干呢、啊，没福啊。啊，净土宗真能干，就是老实念佛啊。这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直把这个事八个字做到了，就有感应。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就真正接受到佛力加持啊，你肯定会成就。啊，它能帮助你增长信心，能帮助你开智慧，啊，能够体会到经里面所说的真实意，啊，开经偈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都是真的。啊，所以善根福德还是最重要的，因缘，我觉得是次要。真正有善根有福德，佛菩萨会给你做因缘，啊，你会遇到这个缘分，你会遇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对知识狂热的一个分子啊，喜欢读书啊，好的书都喜欢读啊，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健身。啊，白天有工作，晚上读书，常常啊，读到天亮了，不知道时间了。这不是偶尔一次两次，常有啊！啊，有那么好的精神体力。啊，所以接触佛法之后，你叫我参禅，我不是那个根性，我坐不住。你叫我念佛，念佛堂里那佛号我念不下去。你叫我研究经典行，啊，日夜不休息都可以。啊，这就是说，众生根性不一样。我们要采取哪一这个法门？啊，是不是一个法门能教一切众生的？不是的，一个法门教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何必开八万四千法门？用不着了，适合各种不同的根性啊。对准了你的根性，肯定你有法喜啊！只要有法喜，事情就好办了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总原则、总纲领啊！只要你喜欢学啊！我接触佛法之后，对大乘。特别对华严啊，《法华论言》《般若》这些经典非常喜欢呐、啊！啊，净土那个时候还排斥
排斥有原因，没有人能把净土经典讲清楚、讲明白。道理在此地。净土经论的道理实在是太深了，不容易。我跟同学们做过好几次报告。我接受净土，是华严、法华、楞严的基础。这些经我都讲过。没有这些大经大论的基础，这净宗东西我不相信。这一部注解可了不起。我们对黄念祖老居士不能不佩服，不能不五体投地。你看他在这边引用的经论，引用了经律论，引用了古大德的著述，190多种。那这个注解可以说是三藏十二部全在其中，这小藏经所以它有一定的深度，也有一定的难度没有大乘基础你很难接受住得太好了。佛说，将来法灭了，佛法灭了，最后只有无量寿经留在世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这部注解，这部经，这部注解。这个注解要度往后9000年的众生肯定以这部注解得生净土，圆成佛道我跟老居士晚年这才认识。这个缘分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那是佛菩萨安排的要不然不可能认识他到美国去弘法1个月，你看时间那么短。刚好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没见面他也忙着讲他的经，我也忙着讲经通过2次电话接受这一部注解，那是刚刚完成的，用油印印的油印的蜡纸打字的那个本子我相信他是精挑细选，挑了这一本呢，字还能够清楚能够看见他就带这么一套到美国就送给我了我收到之后看了一看，非常欢喜，非常赞叹我让同学跟他电话联系，他有没有版权有版权呢，我们得尊重他。那没有版权呢，我就想我带到台湾来翻译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欢迎翻译。
还嘱咐我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给他封面题字，我也都照办了，所以我们第一版在台湾就印精装1万册，现在这个本子在全世界流通，我估计至少它已经超过2-3百万册了，这本书。 所以，这个修行、责罚了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选得恰当，要针对根性，它才会有精进，才会有法喜，才会有一个方向目标。他有坚定的毅力，他一定要走大道。要把这条路走通，要完成。热心浮动时，当念用除、舍、定三句分时。 这是信，这个也是修行人很容易犯的问题，就是心定不下来，特别是在禅堂，是在念佛堂，这都是佛门最重要的修行道场。 你细心就观察，这两种人很常见。一种在念佛堂念佛，念一会子之后，他打瞌睡了，甚至打呼噜，坐在那还有站着睡觉的。另外一种情形他妄念太多。 心浮不能定不下来。我遇到，他们来告诉我，这平常好像我没有这个杂念呢，为什么到念佛堂我杂念那么多？我告诉他，你平常的杂念就是那么多，因为你没有觉察。 到念佛堂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希望您把心集中定下来，你才发现你的心这么样乱。绝对不是进念佛堂，妄念就多了；不进念佛堂就没有，不进念佛堂没有觉察。你一定要知道，知道之后。 也要用方法的时候，把这个妄想杂念要把它控制住。你功夫才能得力。你要控制不了，你要放不下，你永远不会进步。而很可能走上邪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妄念，它的根本因素还是烦恼习气。里面最重要的是欲念放不下。所以这个欲望、情识越淡薄越好。 如果不在这上下功夫，佛法这条路你就走不通。欲望要往下降，情执要放下。
啊，越淡薄越好。啊，这个调局，这就算是调局，就是心里七上八下了。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故念觉常在念因之间呢，调念重视是为念啊，这就是念觉分呢 啊，此通明觉分，能到菩提一分啊。为什么称它为觉分？啊，前面呢称为觉知，啊，这个其中确实是智慧成就的，啊，智慧是觉啊，它与菩提相应的，菩提是觉的意思，对于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呢，接着给我们讲八圣道。啊，是圣道者，指八圣道，一名八正道。先把这个名词术语念一念，为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定，这正念，八正定，啊，这八种。这个地方很好，念老啊，把它注出来了。啊，弥陀苏超越，这是莲池大师说的。啊，下面这个八正道啊，是弥陀苏超里面。第一，正见者，杂集云。啊，莲池大师引用杂集里面的说法：若觉知时所得直觉，以慧安立，地理分明，无有错谬故，这正见。开头告诉我们觉知，觉知是七觉知，七觉知要会用，每一天时时刻刻都会用它，都不离开它，它能够帮助我们。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觉这个字。觉是什么？直觉，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立心意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分别，
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太深，不容易做到。我们怎么学法呢？我们从不执着开始，不执着，不分别，做不到，做不到，尽量减少执着分别的成分。直觉就像相当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客观，不要有成见，这才能觉。有了成见，我想怎样怎样，觉就没有了，气就自己不见了。大乘经里都常讲啊，那祖师大德常说啊，立心意识参，那参禅吗？什么叫参呢？佛家讲参究，为什么不说研究？研究用心意识，参究不用心意识。心是什么？是妄想。或者我们说吧，前面谁就是所讲的嘛，想前想后，想过去的，想未来的，这都是妄想。你在用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讲研究经教的时候，想过去想未来，这常常有的事情，错了，用分别心，用执着心，这就错了。这样学呢，你学到佛法的常识，你不会开智慧。为什么？你错用了心，你用妄心，用妄心听佛的经，佛是用真心流露出来的，你是用妄心，跟他用心不一样，所以你顶多只能得到佛法的常识，你得不到智慧。这是佛法的难处啊，这真难呐！立心一时，这叫禅，就是什么呢？不用第八识，第八识就是讲的前后，因为阿赖耶的种子落在第八识。人能够记忆到过去是八识里头的种子，八识就像资料库一样。第六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那么舍识就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想前，不想后。我用这个讲，大家更容易懂。这是什么？这叫直觉。诸佛如来讲经是用直觉。没有先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我们要晓得佛菩萨所说的经教怎么说出来的。
他们没有思考，啊，不像我们要讲个东西要准备呀，写个讲稿，写个大纲啊，他们没有。他们也没准备，完全是直觉，完全是自信智慧的流露，跟阿赖耶完全不相干。这要晓得，佛经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他的东西真的。真心流出来呀，真言呐，密宗叫真言，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是真言呐，不是假的。那因为说他没有通过阿赖耶，通过心意识就不是真言。不是真言，不是真言，妄言呐！这我们细心去体会呀，你才能渐渐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它是实语啊，《金刚经》上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说完全是事实真相，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起心，没动念。所以我们要立心一时，你就懂得这佛经上的意思了。为什么？跟佛要用一样的心。佛用真心，我们用妄心，怎么讲？怎么读？读不懂。去想他的意思，越想越错。为什么古大德住这个东西住的那么多，都不一样？这就说明，古来的祖师大德没成佛。如果要成佛，那就一样了。没成佛，下至末相啊，但是他。体会到的确实是一部分，没体会错。佛讲的这个经，一句话里头，意思非常圆满，非常丰富，他体会的并没有错，但是不完整。那这个注解好处在哪里？即古注的古来祖师大德注解的大成，让我们每个人的好东西都看到了。有这个好处，通通看到合起来，印象就比较完整了。广学多闻的好处在此地，但是不能有成见，有成见就麻烦了。有成见我们会受其害，没有成见。一律平等来看待的时候，我们能得其利益，帮助我们开智慧。所以以慧案理，地理分明，没有错误啊，这叫正见。正知正见，我们要肯定，只有佛、有化身菩萨有。全教菩萨的正知正见，是从大乘里面学来的，跟我们一样，解悟。不是正悟，
觉悟，我们所得的是局部的，不是圆满的。正悟是圆满的。那是真智慧呀！觉悟呢，我们是接近真智慧。这是哪些人呢？四圣法界的设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我们没有把阿赖耶放弃掉。虽然祖师大德常常叮咛嘱咐，立心一时参，我们能立得了吗？立不了啊！立其粗相啊，细相立不了啊！粗重的分别执着我们放下了，还微细的呢？微细到极处还有习气呢，更难断。阿罗汉见思烦恼的习气，要到辟支佛才断掉。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习气带到四圣法界，习气断掉，他就证辟支佛果，他就升了一级。所以辟支佛才是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掉了。他修什么呢？他断分别。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知道它是假的，你分别它干什么？分别断掉了，分别是尘沙烦恼，断掉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了。菩萨没有分别，有习气，就是分别的习气没断，也是尘沙烦恼的习气。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他就成佛了，设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称他叫什么呢？叫相似即佛，很像佛的样子，不是真佛。为什么？阿赖耶没离开，还是用阿赖耶，跟我们一样，我们用阿赖耶用邪了，他们用阿赖耶用的正。为什么用的正？完全依照佛法，依教奉行。他一点都不违背，全做到了，得成佛了，设法界得成佛了。如果更进一步，把无始无明烦恼断掉了，无始无明烦恼就起心动念。我用这个说法，大家容易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明烦恼断掉了，他离开十法界了，他超越了。到哪里去了？到一真法界去了，就是十宝庄严土，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在《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从初住到等觉，41个阶位都住在十宝庄严土，
啊，在那里修行。修什么呢？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诸位要知道啊，见思烦恼的习气好断呐、啊，辟支佛就断掉了，尘沙烦恼也好断呐、啊，设法界里面的佛就断掉了。啊！可是，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难断。一看在十报图，十报图为什么会有41个阶级？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这个前身。啊，刚刚到那边去的，带着习气很重，在那边住了很久的，习气慢慢就轻了。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这个习气要什么时候才能断得了？华严经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一般人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以为从现在修啊，修啊三大劫，不是的啊，是你真正生到十报状严土，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你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才断干净，才证到究竟果位，就是妙觉果位。那怎么回事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受法界里面修行的时间不算了，没算进去啊，算进去之后无量劫了啊，这一些理明白了，事实真相懂得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啊。什么好处呢？我们对于佛菩萨恭敬心升起来了，知道这个不简单啊，不能说他是迷信，不能够轻慢他，他比我们高的太多，我们怎么比都比不上他们啊，不但比不上他们，连出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我们对他都肃然恭敬啊，何况法身大士啊，何况等觉菩萨了？我们这个恭敬心生不起来的原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了解之后，恭敬心起来了，尊重心起来了，佩服的心起来了，感恩的心起来了啊，我们才能真正做个好学生，向他学习。啊，我们也就正见建立了。对这个不认识，邪见呢、啊？我们看东西看错了。啊，八正道头一个，看错了，那后头就全错了。有正见，你才有正思维。啊，正见，你看，见惑断了，五种见惑断了，正见起来了；五种思惑断了，正思维才现起了。不容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